陈婷婷于七月底前往纽约旅行，前阵子也已经返台。有趣的是，今日她的社群发文写道，这次从纽约度假回来，回了一趟台中，妈妈看到自己不禁说了一句，江川不会太辣吗？对此她也表示，美式辣妹穿搭好像是该收敛一点了，随后也附上几张美照。照片中可见她身穿白色小背心，露出相当纤细的小蛮腰，头发上还特地编了几条小辫子，看起来非常有个性呢。贴文一出，不少粉丝也纷纷直呼，身材线条真的太好了啦，每一张都好辣。Bye.